你知道自己属相的幸运颜色吗？老师今天给你揭秘十二生肖的幸运色，如果用对颜色，不仅能为自己增添魅力，还有助于运势提升，让你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都更加顺遂。快来看看你的幸运色是什么吧，记得点赞收藏转发给身边的人。属虎和属兔的朋友，你五行属木，所以你的幸运色是绿色、青色、翠色，用这些颜色会增旺你的木元素，让你更愿意向上进取。同时黑色、蓝色、灰色也是你的幸运色，因为水能生木，这些颜色可以让你的木气更盛，让你更加健康有活力。属猴和属鸡的朋友，你的五行属金，土生金，所以你的幸运色是黄色、咖啡色和褐色，还有白色、金色、银色，多用这几种颜色呀，会让你更加果断。属牛、龙、羊、狗的朋友，你五行属土，所以你的幸运色是黄色、咖啡色和褐色，这几种颜色会让你容易被人信赖。而且火生土，所以红色、粉色、紫色也是你的幸运色，平时的衣服、包包、饰品啊，选择这几种颜色会让你人缘暴涨，好运连连。你的幸运色是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想要了解更多开运技巧，一定要关注思讯老师。